河南人大部分都爱吃熬菜，今天盘个十羊四大锅菜。来我单了68，要的是68的排骨。这一锅没想到，所见即不所得。网上看图片，觉得很小，这现实端不来，经验啊，3-4个人不一定能吃完。点酱，素脸酱，但是他用的脸酱好，油控哦，吃起来那种莲菜的香气、糯、韧性。酱可以，它裹的糊，面的比例大，有微微的糊香气，这个是什么丸子？素丸子，有驴豆味、萝卜味，煮了一会儿，微浓，排骨鲜亮的，炸豆腐，软的嫩豆腐，外皮韧性筋，里面软溜溜，焖煮，这个要说一下。传统熬菜，你不放白菜，那就不能叫熬菜；放点生菜上来，青杂七杂八八的菜，那就不能叫熬菜。炝锅白菜，然后再去炖，它才能出那个白菜跟这种酱油肉一块那种复合香气。红薯白菜，先尝排骨。它这排骨实在，一口没咬到骨头。用的鸡骨，这种排骨唯一不好吃就是炸完再炖的时候它会微柴，但是它这个柴香气很特殊，就是瘦肉被炸了之后用炖，用嚼的那个一丝一丝那种肉吃出来那种焦焦的香气，现在很棒。焖子，那焖子就是粉条做的，但是怎么吃它比粉条那个口感要好点，要好吃。焖的调个味儿，里面加了葱姜。好，就是酱油咸香。尝尝。好的。清汤，但是调的这个咸鲜口不错。其实它这个锅就是你在家做大锅菜、熬菜，跟他家这锅基本一致，就是不想麻烦，想吃这一口食材又想吃多一点，那就出来吃，在家做一次太麻烦了。这是他们家的辣椒，有香料味儿。厨师他们家自己蒸的加了杂粮的白馒头，个头够大。吃熬菜不能配米，只能吃馍。最近网上很流行说什么把馒头淹死在碗里，吸满了汁的馍。辣椒不怎么样，香料味儿更重。菜汤泡馍，一粒馅儿丝。食材都尝完了，先说价格，68块钱排骨，真的3-4个人啊，不一定吃得完，很划算，很实在，很味道，家常味的熬菜。